当，那就是我的美甲了。我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设计去单独做了一套美甲设计，然后拜托美甲师帮我制作出来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会在乒乓球场馆，所以我特地做了在我的大拇指上做了两个特殊的设计，一个是一个立体的乒乓球，它是用一颗小珍珠代替了乒乓球，所以非常可爱。然后这边呢是 Love China 一颗红心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见到所有运动员的时候能够给他们点一个大拇指，告诉他们我们真的很棒。当时知道自己被分到乒乓球场馆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？非常非常的激动，因为我从小家里也是会看乒乓球，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够陪伴他们，帮助他们一起见证这场胜利。